系咪好靓呢？行山都系想睇下靓风景啫。嚟到游客中心，睇下有咩好介绍先。郊野公园都有军事遗迹嘅咩？我都好想知道。我哋成日嚟郊野公园 BBQ 噶，最想就有多啲唔同嘅嘢玩啦。我最想咧就系由树顶飞嚟飞去。你咁肥点飞啊？我就想睇星星啦。咁你过夜露营至得喎。郊野公园真系可以好多嘢玩噶。渔农自然护理处为咗优化郊野公园嘅康乐及教育设施，正进行公众咨询。你想唔想有一个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嘅游客服务中心？行山前可以攞多啲行山嘅资讯，甚至参加由专业导游带领嘅教育导赏。行完山仲可以去茶座食个 tea 休息下，有更多观景台，有更多机会全角度欣赏香港嘅郊野公园靓景咧。欣赏郊野公园的战士遗迹，细微历史。在郊野公园玩新奇刺激的树顶力奇活动，在高处观察树林植被，同时认识自然保育。入住设备齐全的生态小屋蒙古包，一家人轻轻松松去星级露营，优化郊野公园的康乐及教育设施，我们需要你宝贵的意见。欢迎大家在2019年5月15日或之前浏览这个网址，提供意见给我们。乐在郊野，你我都有4。